这已经不是1400年前，针对你的仙法方案我们早就研究透了。你呀、啊、升官了啊？仙法方案还在仙法方案，这事儿搁我们地球叫科技手段，不会再容易被你们唬住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你们地球不可一计。我觉得总有办法拆了你们天道星。猴子，受死！天级，小神一个，现在的他能跟你缠斗半个时辰，你这样拿什么拆羚羊啊？就凭我是斗战胜佛孙悟空，你真的以为凭自己就能颠倒乾坤？地雷那是怎么回事？最好给个交代。咱俩关系不怎么样，给你交代。废话少说，不要逼得明明可以用嘴解决的问题搞成用武力解决。你们地球面临冥河星系饕餮的入侵，雷娜出于一片善意去帮助你们地球防御。果真如此？果真如此。怎么，你也回来了？害怕我揭你老底？好心好意帮你们，你还过来查我？说实话孙悟空，就算我拿了你的地球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雷娜，休得无礼！不要再教训我，我已经是羚羊的主神。雷娜，你我不介意把你揍得满地找牙。让你跪着，你就得跪着，搞清楚这里是谁的世界。他说话虽然不太好听，但是也没错。Yeah.
要这么粗鲁的方式啊！苏武，不要挑起你们地球与烈狼的矛盾，想明白点，再这么跟我缠斗，只会导致地球被饕餮消灭。小心点儿，尤其是在我家那边。